看我干嘛？别想把我拖下水，万一事后陆总找我算账怎么办？我才不敢。同意的举手。2-1，少数服从多数。江少凯，给我坐过去。平时用不上，你今天还用不上了。老实坐好，你们俩装作讨论剧本的样子，亲密点。我不用。你怎么每次都这个样子？2-3。真的是发朋友圈咯。等一下等一下，这个图都没有修，你还真的发了哟。陆博言秒赞，看来真的是按之前的走向啊。哦，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咱们怎么样？我因为我回家。哎呀，我不想跟你走，你放手。哎，陆博言，你别走啊！我话没说完，写完了，你以为我打不过你啊？啊！你现在给我回。表现不错。和那个叫江少凯的什么关系？你说是什么关系就是什么关系喽。以后你必须跟他保持距离。陆先生不会是吃醋了吧？做人还是要有自知之明比较好。保持距离也可以，不过得看你的表现。我知道你是装的，让我亲一下，我就答应你喽。喂，那么多年不见，你怎么变得那么随便？我对你真的太失望了。